我看 JK12 也是风韵犹存。我是阿阳乐，航天龙用 JK12 成功拿下 MVP。如果你也想当如果你也想当 JK12 大手子的话，这是我的配件，拿去用吧。那说到 JK12，不得不说现在的玩家素质是真的高。就拿我来说，玩了一整天 JK12，居然没有人骂我。到底是玩家素质变高了，还是我打得太菜了？你们来评价一下吧。我是阿阳乐，记得点个关注。